麻将现在已经拿出来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拆麻将开箱。首先大家来看这个麻将，这个锁是非常精致的，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小扣，然后每个两边都要这样把小扣打开，然后才能打开这个锁。现在麻将就已经打开了，最上面的是一副，这个是麻将的地桌布，也是一副熊猫人痴迷的地图。然后紧接着就是麻将了，然后现在就是一张卡片，这上面写的是魔兽世界熊猫人之谜限量版麻将正版验证码。为了防止市面的盗版，所以网易专门制作了这张卡片。然后这是四落筹码，每落筹码的颜色不同，上面也印着熊猫人之谜的一个 logo。 接下来是一个大骰子，上面也是有熊猫人之谜的 logo 的。然后是六个普通的骰子和两只备用的麻将。然后这就是麻将，麻将它一共分成了四份。整个这个麻将摸起来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然后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马牌用的，上面也有熊猫人的 logo。 整个这个箱子是木质的，非常的沉，显得这个非常的庄重，非常漂亮。大家可以听这个声音很实，木头也是非常好的。整个看它的质量来说，是与普通麻将差距还是很大的。